今天来大山里面给你们看一下，在这里发现一个橄榄果，你们看，太急了，这野生的橄榄果这么多，太多了，我们多摘一点回去，老爸在那边摘，片树都是。没有啊，谢谢。老爸采了一圈，我们拿过去。哇，太急了，这个树好大，这个橄榄树好大好大，那边还有一棵，片树都挤满了。摘几个，太急了，看一下，这个橄榄太急了，我们多摘点回去，这个煮了以后放点那个冰糖，浸起来特别甜啊，这个哇，片树都是。这就是我们山里野生的橄榄果，开吃一个，很大，嗯，先苦后甜啊，这橄榄果有点苦，后面是回甜回甜的，有没有吃过的你们？我们拿回去。你想哭呢？你想哭呢？你这里是两棵橄榄树，这棵是小一点的，这棵很大啊，你们看一下，一个都这么大。老爸开吃一个，挖个壳。嗯，来分析啊。说，这个你看，这个这么大，这个野生的橄榄果。那甜不了了，你小姐。回甜回甜的，我也开吃一个大的啊，开吃一个。山里有点苦，然后后面回甜回甜的。